欢迎收看理想之家，给你介绍市面上最新最热门的房地产项目。想要在地铁站附近找到永久地基私宅已经很不容易，更别说是两个这样的项目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The Gazania 银杏园和 The Lilium 连玉轩，如同上一集播出的景泰门地，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发展商的。哎，你好，汤伟，你好。我们SingHaiYi集团现有推出两项日月同辉的豪华公寓，就在巴黎地铁站周边 ，The Gazania 银杏园和 The Lilium 连玉轩，永久地契极为罕见。坐落在巴黎地铁站附近，只需要步行3到5分钟就能够到达地铁站，就算开车也能够快速到达帕雷巴商业中心跟比达达利新镇。周围有完善的设施跟名校，让居民享有优质的生活。The Gazania 银杏园拥有250个单位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有一个长50米的无边际泳池和一个壮观的瀑布水墙。它还借由户外凉亭的3层俱乐部会所。The Lilium 连玉轩拥有80个单位，莲花堂环绕着整个中央泳池，让居民感受到安逸祥和。同时拥有多个公用空间，适合居民不同的生活需求。除了完善设施，每一个单位都是精心装潢，给你永久地契公寓的奢华体验。预知更多详情，请上网查询。谢谢收看《理想之家》。